问你个问题啊，炒股票同打官司有咩分别？麦球哥有咩高见？炒股票赢嘅系道理，打官司赢嘅系歪理。赚大钱唔通靠歪理啊？边个有钱佬唔想揾翻个大律师做朋友啊？有咩依喐，我哋就佢保命符啦，系咪？揾翻几个大老板学下炒股票，学下炒楼，有益身心啊！我情愿俾人打，好过俾天收。你以后条路好难行噶。你仲记唔记得你当年读 law 系为咗咩咧 ？Cut。钟家就是香港嘅大世家，成个商界都要喺背后听佢哋支笛嘅。如果赢，即刻出翻。Cut。你而家代表嗰个啊，系佢嘅情妇啊，即系钟太嘅死对头啦。如果输，就坐终身。我呢只渣啫，咩？对啦。既然嗰个女人已经坐紧监，我由佢唔出嚟咯。Forget about witnesses and evidences and whatnot. To the jury, who's the prosecutor? 做人梗系要以德服人，暗算灵计。以前啊，个个都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，今时今日人人都改口啦，话法律面前穷人死梗啊！我就睇下今日边个死梗。法庭辩方已经完成结案陈词，请你坐低。辩方已经坐低，就算要坐一世，我都唔想个女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哋会搏命帮你打呢场官司。我哋是一定会证物帮他们，今日证人帮他们，这一道死人都帮他们不到。 Everything is wrong。 我们做刑事大律师，每日站在这里坚持，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是得一个理由。